头疼，胳膊疼，腿疼，摸哪哪疼，浑身疼呀！哎呀，你干啥呢？啊，我这可有行车记录仪，你知道吧？有行车记录仪怎么了？反正你把我给撞了。再说了，就你那破车，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啊！不管怎么说，你撞到我了，赔钱吧。你说赔多少钱？不多，这个事儿就行。哎呀，我以为多少钱，你早说呀！真是磨叽的。快呗，喂，二十。那，哎，别找了啊！给你，我说十万，没有十万你走不了，十万。哎呦我去，啥玩意儿？十万没有，拿二十，赶紧走人。磨叽呢。二十，不要不要白不要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到让不让啊？不让，反正今天没有十万啊，你是走不了啊。不是，我这急脾气，你让不让？不让不让？你不让，别给我出狠招啊！哎呦我去！不让怎么地吧？你今天还敢把我怎么着啊？你要敢把我怎么着，我就找人过来揍你！哎呀，你不是要出狠招吗？你出吧，我等着呢。哎，你个小娘们，你逼我出狠招啊！你等着，咋地？老婆，我错，咱俩复婚吗？啊，别整这一出，有意思吗？我让你复婚，你早不跟我复，你干嘛去了？现在还不是乖乖的跟我复婚？哎，老婆，我求你了，以后你说啥我都听你的，行不？回家吧啊，别闹了，别闹。听我的是吧？听什么事都听你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走了，回你说你早复婚不就早好了吗？省着我还来这一出，白费我劲。老婆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啊。慢点上，慢点啊，老婆。做好了，走着。再不敢了吧？我是大苹果呀，来自外太空，谁要拿我当水果，我啪啪两耳光啊！外太空的苹果啦，仅此一家，有没有要的赶紧来抢啦！外太空的苹果啦，哎，苹果咋卖？两块钱一个。两块钱？嗯。老妹儿，他们卖多少钱？那边卖八毛是吧？八毛。那你这两块钱太贵了。他们家的苹果能跟我这比啊？啊，他们这大烂苹果，我这是外太空来的。这个男人吃了能长个儿，这女人吃着皮肤啊，她刷白刷白的，跟白墙一样。哎呀，外星人的？啥外星人呢？一看你们就不懂，我给你讲讲啊。就前段时间嘛，咱们国家不是开始念啥嘛，去外星球去了，这是把种子他妈都带回来，我就把这苹果给种上了，知道不？哦，那你这苹果跟普通苹果有什么区别呀？还比普通苹果好吃啊？刚才不跟你说了吗？这女的吃了这翘白翘白，男的这蹭蹭长个嘛，是不是？这么好呢？嗯，便宜点呗，便宜点我们拿点。这咋便宜？五块钱三个吧。他五块钱三个，我三块钱两万都赔了，那连裤衩都没了，还五块钱三个。三块钱俩。啊。啊，那我们来两个呗。来两个啊。啊。那行那行。行啊。行。那老妹儿，你也来两个。嗯，行，我也来两个呗。那我们来四个。来四个啊。来四个不卖。为啥不卖？咋不卖啊？你说四个我咋收钱呢？我不去上这儿。不去上这儿啊？嗯。那我们拿两个吧，我拿两个大的。那先给钱吧。嗯。先给钱。三块钱。嗯，装上。我们拿着就行。那。嗯，好了。嗯，好，正好啊。啊，那啥，要不再拿俩啊？我也来俩。啊。给我来俩。你也来俩啊？给我也来俩。啊，来，就再挑两个大的。自己挑，随便挑啊。行。好，上回来啊，我家苹果老好吃了。
哎，卖苹果了，外太空的苹果有没有要的？卖外星的苹果了，有没有要的？外星苹果了，外星，哎呀，这两个姐妹又来了。大哥还搁这卖呢？咋的？我家的苹果吃了有疗效吗？你看今天你们的皮肤翘白翘白的。是啊。嗯。哎，那啥。我们今天来呢，想多拿点，来10块钱的，你给便宜点呗。多拿点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这次苹果啊，不能跟上次那儿卖了，现在就2块钱一个。我回去卖完了，我哥都揍我了，知道不？我哥说你2块钱一个，3块钱两个，你这不是赔了吗？这不，你把我给揍了。啥？把你给揍了？嗯，那卖便宜了，把我给揍了吗？那这么地吧，大哥，那2块钱一个，你也给我们来10块钱的吧，咋样？2块钱一个，你给来10块钱的，不卖。咋又不卖呢？你买10块钱咋算账呢？我不许算账。哎呀，那我俩不搁这儿吗？我俩给你算，咱仨一起算啊。我俩帮你算。咱一起算呢？那行，算吧。哎，你看啊，你2块钱一个，对不对？那两个是不是算下？一二得二，二得四。啊，对，是。那三个是不是6块钱？那四个是不是8块？三个6块钱，对，二三得六，是这么账。四个八，不对吧？二四得八吗？不是。咋能二四得八？你看啥？一二得二，二得四，二三得六，二四不得十吗？你咋能得十呢？八二四得八，4块钱八个，4块钱八个，八个，那啥，咱也不要10块钱的了，是吧？不要那么多啊，对，买那么多不算账啊，那要八个就行，行，那给钱吧，4块钱八个，对，是这么个账，八个，行，给钱啊，给钱，那我捡大的拿了，啊，姐自己拿，别拿多了，八个啊。拿好嘞，行了啊，哎，好，就正好啊，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吃好再来啊，好嘞，卖苹果了，外星的苹果，这俩人还想套路我呀，这4块钱买8个苹果，觉得自己占多大便宜似的，这不是两傻子吗？这不是，哎呀。哎，卖苹果了，外星的苹果有没有要的？卖苹果了，哎呀，两姐妹又来了呀！啊，又来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是最后一天了，家里剩的那些烂苹果啊，我都不稀得卖，就剩这些了。最后一天了。最后一天了。你这么地吧，你这苹果也挺好吃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给你包了吧。都包了啊？啊，包了，都给你买了。那行啊。那你这苹果咋卖来着？昨天不是卖2块钱一个吗？哎，不对，昨天是卖多少来？是不是8块钱四个吗？对不对？8块钱，4块钱八个。啊，4块钱八个。八个。不对吧？四块钱八个，我算到这儿了。4块钱八个，八块钱四个是吧？你咋老抬价呢？四块钱八个，你咋坑我俩？你这一会儿咋老抬价呢？咋的不是吗？你看二四得八，4块钱八个，我算差了啊，四块钱八个。那啥，你都包了啊？我包了啊，你算算呗，包了。算算啊，二四得八，不对，我不一算呢。你这么地，昨天不是4块钱八个吗？你这样，你就从这儿往上数呗，你再算算。2、8、16，3、8、24，我看着有多少个啊？有26。23、8、24个呀？啊，对呀。你这一共26，你这样吧，我俩就捧你好几场了，3天了是吧？是啊。你就10块钱都给我们吧，你饶俩。10块钱都给你们啊？就送俩给我们呗，那行吧，反正最后一天了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你们家长也捧我那么多天了，对，那包了吧，老顾客嘛，等到时候你再来卖的时候，我们俩还来买，还捧你。行，那先把钱给我吧，
行，十块钱啊。哎，十块钱。找个兜儿。哎，找个兜儿。哎，你可不能够，再给你拿一个啊。给你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装。你轻点儿。哎。哎，不是，你们还没给我钱呢。这刚才不给你钱了吗？咋给我钱了呢？就是刚才你说我给你称苹果，我说给你拿袋子，这不是给你装吗？咋给我钱了？那不给你钱了吗？你放兜里了吗？兜里是我自己的钱，是啥时候给我的？赶紧拿钱，哪里人多欺负人少啊？那你们这行，给你，再给你啊！干啥欺负人呢？哎，那啥，我再给你们套个袋吧，来，别把这兜了，好不好？行吧。来，别兜了啊！来，套上个袋儿。再套一个。套上。行，那走吧。哎，不是，等会儿，干啥呀？你们还没给钱呢，你走啊？不是，刚给你两回钱了吗？你都揣兜里，你咋没给你呢？啥时候给的？刚才不是给你拿袋子套袋怕兜了吗？啥时候给我了？不是你这人是不是耍赖？你刚才不是钱都给你了吗？啊？啥时候给了？这刚才不是刚给你套袋了吗？你什么时候给了啊？你是不是欺负人？我咋欺负人？哎，你们，不是你这在干啥呢？你们，干啥呢你？哎，这两虎娘们把我桌子都搬走了。算了，反正今天赚了20块钱，卖了普通苹果。收摊，回家。